名医时，人们就在不断探寻自然的力量，并把它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直至今日，不分昼夜，只要美好生活需要的地方，就有我们的身影。中国石化，世界五百强排名前列。一直以来，我们致力于开发洁净能源，守护碧水蓝天，为美好生活加油，立足国之大者，彰显央企的责任与担当。时光回溯至1984年，为了强化中国石化全产业链终端价值创造能力，原商业部石油局及直属单位成建制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组建成立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年油气经营总量突破2亿吨，拥有300多座油库，依托公路、水路、铁路、管道运输，保障销售终端网络油品供应，加油站总数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是我国能源供应的主力军，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荒原，从临海北国到椰风南疆，我们已超3万座加油站傲立神州大地，22万余名员工每天为超2000万人次提供优质服务，满足1800多万终端企业的业务需求，年销售额超1.7万亿元。我们加快向油气、轻电服、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升级，布局全国1200余座加气站，打造7纵9横的加气走廊。在“十四五”期间，规划布局光伏发电站7000座，充换电站5000座，加氢站600座，探索洁净能源的多元未来，助力实现国家双碳目标。我们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加大境外终端网络布局，拓展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新空间。我们实施船加油专业化经营，为水上客户提供清洁船用油品，以低硫传染助力绿色航运，供油网络辐射全球120多座重点港口。翻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飞越碧波荡漾琼州海峡，我们已超2.8万家的易捷便利店，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路便捷的贴心服务，是国内门店数量最大的直营连锁便利店品牌。我们始终坚持实体服务加平台增值的发展思路，致力于打造美好生活服务商。经过10多年的发展，易捷已从单一的加油站便利店业态发展成为集汽服、餐饮、咖啡、广告、生活服务等多元业态的人、车、生活综合服务生态圈。易捷养车门店数量近10000座，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自营洗车平台，品牌价值达197.5亿元。大数据时代，我们构建消费新场景，提供智慧生活的惊喜体验，推动平台战略和跨界融合。我们加快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挖大数据资源潜力，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丰富增值服务内涵，赋能多元化经营，构建互融互通的消费新场景，培育新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时刻将安全
环保，铭记于心，加快推进油库智能化建设，实行国标和企标双重监测，确保每一滴油都是承诺。我们坚持零伤害、零污染、零事故，聚焦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全力守护碧水蓝天。作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我们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走进阡陌纵横的山村，向最需要的人伸出温暖的援手。如果说光明号列车是涌动的暖流，为50000余名白内障患者和8个定点帮扶县、750个脱贫村传播希望，那春运晴暖驿站就是高耸的灯塔，持续11年，为435万返乡摩旗，超5800万春运返乡人员指引归航的方向，累计投入志愿者超过5.3万人次。“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5000座司机之家，8000座爱心驿站，向社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提供服务，更是让爱延续。我们伟大的梦想，萌芽于广袤的田野上，发轫于喧嚣的都市里，深植在百姓的心间，也绽放在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至美的品牌理念中。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殷殷嘱托，扛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职责。我们也定将不负自然的恩赐，创造更加洁净的能源，为人民美好生活加油。